高雄唯一以色列餐厅，以色列老板主店伊玛餐饮。2009年成立，伊玛的名字源自于希伯来文妈妈，由来自于以色列老板传承自妈妈的手艺，带来家乡的美味佳肴与中海料理。台南、高雄都有分店，十年以来累积不少好口碑。肉桂卷、鹰嘴豆泥都是他们的招牌。陈真内外场人员，以色列厨师驻店。想要学习异国料理的你，不用出国就能学到老板传承自母亲的道地手艺。外国客人多，外场服务生可以学到跟不同国家的人应对进退技巧。依能力每半年至一年调整薪资。食品商品员工价，还有不定期聚餐。寻找合作伙伴中有兴趣者，学会餐饮经营技巧，下一间分店店长给你当。伊玛以色列餐厅，对异国料理有兴趣的你，欢迎加入我们。